非常高兴，下午要跟大家探讨一个，我想呢，是我们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幸福。为什么要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因为我想呢，我想不少人应该对幸福的问题会有困惑。我们中国社会的发展啊，大体上是从一个这个贫穷，慢慢的走向富有。在过去，物质条件比较贫穷的年代，我们很多人觉得，这个我们这个生活过得不幸福啊，不幸福的原因是什么呢？多半我们会认为，是因为贫穷，是因为我们不富有，所以我们在这个几十年中，我们在整个社会，整个社会呀，都在追求财富，整个社会呢都在追求经济发展，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啊，我们这个社会确实也已经富起来了，很多人也都富起来了，可是富起来了，我们是不是就过得很幸福了呢？其实也不一定，很多人还是过得不幸福、不快乐，甚至呢，又开始有了很多，甚至还有很多的心灵问题、心灵的困惑。所以不少人就开始来重新来思考幸福。这个幸福到底是什么？究竟怎么样才能得到幸福呢？所以今天呢，我想呢，从佛法的角度啊，来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就是怎么样才能得到幸福。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呢，它是叫做这个心灵创造幸福，这个可能跟我们过去理解的应该是这个财富创造幸福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人其实它大体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物质，还有一个是精神。那如果物质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那它的问题会是出在哪里呢？你们想一想，它的问题会是出在哪里？它的问题一定是出在精神上，出在心灵上。所以我们来探讨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认识和幸福的关系，我觉得我相信这个对大家来说应该很有意义。那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今天大体上想从五个方面来和大家分享和交流。首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如何的面对逆境，如何面对逆境？我们的人生啊，大体是由顺境和逆境组成的。如果我们生活在顺境中，比如说身体健康，事业顺利，
人际关系和谐，我们多半会觉得，啊，这个日子过得很美好啊，很幸福啊。可是万一在生活中呢，如果出现了逆境，当然这个逆境呢，包括的内容也很多，比如说你的健康出问题了。健康的问题，或者家庭的问题，有的时候家庭，你的伴侣对你不忠啊，或者是你的孩子不听话啊，或者是工作的问题、事业的问题，甚至像生死的问题，生死问题，生死问题。比如说亲人，你身边的人生病，甚至死亡，你的这个至亲的人啊，突然间面临着死亡，那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家庭啊，我们的幸福啊，一下子就会被打碎了，我们整个家庭啊，我们的生活啊。他就会陷入到一片痛苦的状态中。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逆境啊，我们会难过，会忧伤，会愤怒，甚至会焦虑，还有呢，我们可能会怨天尤人，我们觉得这个老天爷简直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会这样子？或者我们会自怨自艾，就是每一个事件发生了之后啊，我们可能会这个引发一系列的负面情绪，然后呢，我们就会掉入到这样的一种情绪里边去。调动到这种情绪里边去，比如说有的时候一个人亲人去世啊，可能这个难过会延续到5年、10年，一想起这个事情还是难过，就是长时间会被一种负面的情绪呀，所包围，让你痛苦不已。当你面对这个逆境之后啊，你的生活再跟幸福就无缘了。本来你是过得很幸福的，可是仅仅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它就会使这个幸福呢，就会离你而去，离你而去。这个在佛陀的教法里边啊，他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能够做到。就是这个佛经里面有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他说我们如何能够做到不受第二只毒箭？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我们被一只毒箭给射中了，被这个毒箭射中了之后，你应该怎么办啊？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赶快让开、躲开，如果你不躲开的话呢，可能接下来就会有第二支毒箭过来，继续射中你，那你可能就要死定了。所以，我们如何避免被第二支毒箭射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例子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其实我们生活中啊，我们经常会被第二支毒箭射中，而这种第二支毒箭的毒可能比第一支毒箭还厉害，它对你造成的伤害比第一支毒箭还要厉害。
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这个逆境可能是对你是一种伤害，这是属于一种伤害。然后接下来呢，因为这个逆境引发的一系列的负面情绪，这个负面情绪呢，它对你产生的是第二次伤害。其实，这个负面情绪对你所产生的伤害呀，往往比那个事件对你所产生的伤害还要严重，还要厉害，比如说一个人他骂你一句，这是一个伤害，接下来你怀恨在心，可能会长时间的陷入到一种对这个人的愤怒和怀恨中。这个愤怒和怀恨，它对你的影响可能是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这个是非常的可怕。那我们如何能够做到避免啊？不要陷入到这样的一个情绪中，也就是说，不要被这个第二支毒箭所伤害。我们为什么会被第一支毒箭所伤害？首先，我们要了解这样的一个前提，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人生，其实我们会有一种期待，会有一种设定，我们会很执着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设定。比如说，我们希望我们的身体应该是永远健康，甚至我们希望我们的亲人永远都活得很好，最好是这个大家都不要死掉，这个永远都是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希望呢，我们的感情呢能够天长地久啊。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呢，永远都是很乖、很听话、很可爱。都能考上北大、清华、哈佛、耶鲁，这个我们希望呢，我们的一些人际关系，所有的朋友都应该对我好。我们希望我们的事业，所有的都能一帆风顺，是不是？大家的内心里面都有这样的，对生活都有这样的一份美好的期待和设定啊？我想呢，我们多半都有这样的一份期待和设定，并且呢，我们会对这一份期待和设定啊，我们会很执着，我们觉得就应该是这样子的。那逆境的特点是什么呢？逆境的特点，它就是打破了我们这样的一份期待和执着，它给了我们一个世界的真相，就是这个发生的事情跟我们的期待、跟我们的设定、跟我们的执着，这是不吻合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接受它。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活在自己的设定和执着里。我们没有能够去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什么真相啊？那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佛法它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认识世界？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认识世界？我们认识世界呢？佛法给了我们四个字，就是因缘因果。也就是说，所有的现象的发生，
都有它的前因后果，都有它的前因后果。你身体不健康，你平时乱吃乱喝，生活没有规律，你希望你自己的身体健康，可能吗？你的孩子不听话，学习不好，你平时疏于管教，缺乏一个正确的引导，哎，那孩子自然是你要他听话，要他学习好，哎，这个可能性有的时候就不是很大，哎。那你的家庭出问题了，你的事业出问题了，哎，你的人际关系出问题呀，所有的问题的产生都是有它的因缘和因果。你要去了解它，任何一个现象都有它的前因后果。我们人不要活在自己的一厢情愿里边。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往往就是活在自己的一厢情愿里边。那佛法呢？佛法里边讲到这个随缘，随缘事实上就是告诉我们不要活在自己的一厢情愿里边。哎，我们要了解一切事情的因缘因果。当我们了解世界的因缘因果之后，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不论发生什么问题呀，我们都能接受，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它是正常的，是必然的，啊，所以我们了解了因缘因果之后，我们懂了我要去改变它，而不是说我难过，我痛苦。关键是我了解这个事情的因缘因果之后，我怎么样去改变它？哎，从我自身开始，我去改变它。哎，我们只有改变这些因缘，才能改变这种结果。所以佛法里边告诉我们，就是要因善努力，果善随缘。我们要改变。所以任何逆境的产生，事实上它也是我们改变、改善自己。啊，是我们成长和进步的一次机会，是我们成长和进步的一次机会。那另外一方面呢，佛法它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无常的，无常。什么叫无常啊？也就是这个世界的一切啊，都是无常变化的。哎，比如说，这个宇宙有沉重坏空，人有生老病死，哎，人的关系呢，也是有合有散，就是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变化之中。当然，这个变化也不是没有规律可循。我们创造好的条件，这个变化可能就会越变越好。我们如果创造了不好的条件，那这个变化可能就会越变越糟。哎，所以变化不是坏事，它有可能变好，也有可能变坏。再坏的事情，我们只要努力，我们只要不断的去创造条件，它就能够变好。再好的事情呢，我们不善加珍惜，最后呢，它也会变坏，哎，所以生死，很多问题，我们世界上的很多问题，一切的一切都会在不断的变化中，它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子，哎，关键还要看它的因缘，所以我们了解因缘因果。我们了解无常，我们就有能力去接纳各种逆境。我们不会活在一厢情愿中，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接纳特别重要。因为你只有了解真相，你才能够接纳你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当你具有这种接纳的能力，
接纳的智慧，那么任何事情的发生啊，它都不会给你造成伤害，不会给你造成伤害。所以，如何面对逆境？我觉得认清真相，接纳现实，这是非常重要。我们能认清真相，能接纳现实，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会给我们造成太大的伤害。如果我们活在一厢情愿中，那生活中啊，所有的事情，只要跟我们的想法不吻合，它都会给我们造成冲突，造成伤害。那何况呢？这个佛法呢，这个他也告诉我们，就是说顺境啊、逆境啊，其实我们的人生它就是有顺境。也是有逆境，这个顺境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就是好事，逆境呢，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坏事。人在这个顺境中啊，他比较容易忘乎所以，他对人生缺少一种深层的思考，所以顺境会让人活得比较肤浅，但是逆境呢？当我们的生活逆境发生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去追问，比如人死了，你问人死了到底到哪里去？甚至你会去问人为什么要活着？就是逆境呢，它会让我们的心静下来。当我们比如荣华富贵，一切都很好的时候，我们就忙于去追求、去享受生活。当你遇到很多挫折的时候，你会静下来想一想。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忙来忙去，到底为了什么？其实这就牵涉了人为什么活着。你会做这样的一些思考，所以这种思考呢，它会让你的人生会变得更有深度，更有深度。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有的人。他可能是在顺境中沉沦，我们也不知道看到有不少这些高官，现在这些高官啊，一个个这个下台，那这个也是跟他的这种在顺境中他忘乎所以，他以为这个我的权力这么大，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缺少一种亲情，所以才会出问题。所以最后变成囚徒。那这个逆境呢？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也看到有不少人在逆境中成长，逆境中变得更加勇敢，变得更加坚强。在逆境中，因为逆境，所以使他呢最终成才。所以逆境不一定是坏事。所以我们中国古代古人对这一方面看得很清楚啊。你说像老子讲的，这个"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依"，还有一个类似的典故啊，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个顺境和逆境，福。和祸，它的一个辩证的关系，所以你要有智慧，你才能够看清楚任何事情它都有它的两面性。如果没有智慧呢，我们就很容易的活在一厢情愿中。所以我们能够智慧的去看待逆境，就可以避免被逆境所伤害。我想，这应该是我们人生幸福啊的一个保证，我们人生幸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问题。
接下来我要分享的第二个问题是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幸福啊，是要有福，幸福要有福啊，你要有福报，有福报呢，才容易幸福。我们现在的人想到这个福报啊，我们多半都会想到的是什么呢？多半呢想到的是升官啊、发财呀、什么荣华富贵呀、什么美满的婚姻爱情啊等等，这些东西呢，这个有了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就能过得幸福了呢？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幸福，但是呢，未必。为什么又说可能，又说未必呢？因为幸福啊，它并不单纯是物质的，同时呢，它也是心灵的，也是身体的。我们想一想，我们没有一颗健康的心灵，我们能不能过得幸福啊？我们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能不能过得幸福呢？我想这个大家都会知道，就是不可能过得幸福的。由此呢，我想到的是，我们中国古人啊，我们中国古人。对这个幸福的一个归纳很有意思，我们经常会说到了这样一句话，啊，我们很喜欢这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叫做“五福临门”，五福临门。这个五福临门，它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幸福的。我们的幸福人生啊，大概包含着哪一些要素，它组成了我们的人生的幸福。那这个五福临门呢，就是给我们提出来的。第一种就是长寿，第二种呢是富贵，第三种呢。是康宁。第四种呢是好德，第五种呢是善终。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当然，首先前面的两种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长寿，活了长寿嘛，这个。第二种呢，富贵，富贵就是一方面是富有，那还有除了富有之外，可能还有这个，就是升官发财了，贵，我们过去古人讲的这个贵呢，很多时候跟这个身份地位会有一定的关系。这两种从幸福来说，它是一种比较外在的因素。那这个外在的因素呢，我们大家可能多少啊，在某些方面都有能够有所感受。有的人可能是富有啊，有的人可能是有地位啊，有的人，但是具备这两种条件，是不是就能过得幸福呢？其实我要告诉大家，这些外在的条件啊，它不是幸福的最根本的因素。它是幸福的辅助条件、辅助因素，不是根本因素。根本因素，第三种很重要。第三种，这个第三种因素叫做康宁，康，身体健康，宁，内心安宁。你们想这两种是不是很重要？
这个我们要幸福啊，我们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在过去的这个长时间，几十年啊，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有点太唯物了，所以我们大家都会拼命的想赚钱。不少人赚钱，结果把身体给搞坏了，甚至呢，这个不仅仅把健康搞坏了，甚至把命也搞没了，这种现象也不少。这个赚了很多钱，事业做了很大，但是呢，年纪轻轻呢就得了什么不治之症，然后很快就去世了，要不就是没有。要不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如果没有健康，也就是没有能力来享受财富；要不呢，就是没有命来享受财富。你虽然拥有很多很多的财富，可是你没命，这个财富你是没法享受的。要不呢，如果你没有健康，没有健康，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着，有不少人。所以我经常在讲，我说这个现在很多人休息不好啊，休息不好啊，这个。休息不好就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所以这个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拥有财富我也不能享受。所以这个养生，从养生到养心，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我们曾经接受这个厦门晚报的一个采访，我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说这个。身心健康是人生的第一财富。身心健康是人生的第一财富。修身养性是人生最好的投资。我想这个话呢，可能在以前说，很多人可能理解不了，但我想在今天来说这样的一话，我想很多人他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财富毕竟是身外之物，毕竟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即便你活着的时候，可是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心，那财富对你来说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从身体健康来说，我们要养生。如何让自己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一个基础。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内心的安宁，内心安宁。我们的内心如何才能安宁呢？要这个内心安宁啊，不容易呀。这个，我们内心为什么不安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烦恼，有负面的情绪。这个烦恼这个概念是来自于佛教的，是属于佛教的术语。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很大，我们说了很多话，什么世界呀，什么很多很多话，其实都是属于佛教的术语。这个烦恼这个两个字，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烦就是有恼的意思，恼就是有乱的意思，烦恼。就是扰乱你的内心的安宁，你的内心本来很安宁、很自在、很开心，但是如果你一旦有烦恼了，你就会变得不自在的、不安宁的、不开心的。当然，我们一般的人也可能对这个问题感受还不是很明显。有不少人，现在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人的心理问题，是人的心态问题，像忧郁症啊，各种心理疾病啊，在中国社会呢，其实占相当的比例，就是相当
多的人心理有心理疾病。那当你有了心理疾病之后啊，你可能才会意识到，这个心灵的健康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的可贵。我们大家想一想看，在这个现实生活中，我们什么时候最容易开心啊？我们什么时候最容易开心？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没有烦恼的时候。你们想一想看，是不是啊？哎。这个你的内心里边没有压力，没有焦虑，没有心事，哎，没有这些负面情绪，没有烦恼，是不是这个时候是我们最容易开心的时候？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内心里边啊，虽然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好，哎呀，什么豪车啊，别墅啊。哇，什么事业呀，无比风光。可是呢，我们的内心里边有很多很多的烦恼，有很多很多的焦虑呀、担心啊、恐惧呀，很多这些东西。无论人家看你多么风光，其实你并不开心，你并不开心。不开心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心被这些烦恼给抓住了，当然，甚至还有一些人，就是我刚才讲的，他还有严重的心理疾病，甚至忧郁症，也可能他是一个高官，也可能他是一个几十亿、几百亿的富豪，也可能他是一个影星，很有名的，可是呢？他就是觉得活得没有意义，活不想活。这样的人啊，我们也接触了不少啊，就是他们觉得活得没有意义，甚至呢，他就会想着，时不时的就想着要自杀，所以就是这些。所以我觉得烦恼就是我们破坏我们幸福人生的头号敌人，最大的天敌。佛法的所有的修行，事实上呢，它就是要帮助我们来如何的解除烦恼。所以佛法要帮我们解决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解决我们生命中的迷惑，一个是帮助我们如何的解决烦恼。佛教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涅槃，叫做涅槃。我想这个概念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哈。这个涅槃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它有什么特点呢？这个跟这个涅槃相关呢，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叫做寂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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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静就是一种高度的安静。我们今天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啊，很浮躁，很喧嚣，为什么会这个社会会很浮躁、混乱？喧嚣，为什么？首先，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啊，太不安静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边啊，太躁动，都在躁动。所谓什么叫躁动呢？就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妄想，有各种各样的情绪，有各种各样的烦恼。我们的内心就像那个大海一样，生命的海洋啊，
这个生命的海洋总是波澜起伏啊，这个波涛汹涌，波涛汹涌，我们静不下来，所以每个人他就会不停的忙碌，不停的忙碌，每天啊忙啊忙啊忙啊，静不下来。涅槃是干什么的呢？涅槃就是通过禅修，通过学习佛法。通过修行，让你内心这些躁动的念头能够平息的，能够静下来。当你内心的这些躁动的念头都静下来之后，你的生命会是什么样子啊？你的生命会进入到一种高度的安静和欢喜。你的生命就会进入到一种高度的安静和欢喜。所以，涅槃事实上就是一种高度的安静和欢喜。当我们能够做到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内心才叫做什么呢？才叫做真正的安宁自在。所以，佛陀、释迦牟尼佛、佛陀啊，通常我们也称他为德。大自在，得大自在，大自在。为什么叫大自在呢？因为他的生命中已经不再有迷惑，不再有烦恼，能够困扰他的，所以他的生命才有可能自在。那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的生命还有很多的困惑，还有很多的烦恼。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可能做到自在呀？那肯定是不自在的，不自在。所以我想到这个第三点啊，就是康宁，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福报。那第四种呢，就是好德，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呢讲到德，德是什么呢？德就是道德。我们今天呢讲到道德啊，我会觉得这个道德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它离我们很遥远。同时呢，我们也会觉得，我们实践道德，这是不是一件吃亏的事情？我们实践道德，其实这里面牵涉到一个什么问题呢？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道德对我们的生命究竟具有多大的意义？对这个社会究竟具有多大的意义？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探讨和思考，我觉得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我们很多时候觉得道德实践道德是一种吃亏呀，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道德对我们的跟我们的生命到底有多大的关系。那么我要告诉大家，道德其实就是一种健康的心理，我们的生命的存在。就是由健康的心理，还有不健康的心理。那么道德呢，就是一种健康的心理。我们遵循一种健康的心理，健康的心理对一个人有多重要啊？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啊？健康的心理对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心理不健康，会意味着什么？如果一个人没有健康的心理，这个人是不要想过得幸福的。那一个人如果拥有健康的心理，他每天其实很容易开心的，因为健康的心理它本身就是会让你开心，不健康的心理本身就是会制造痛苦，健康的心理本身就是会制造快乐，哎。
那道德的实践，事实上我们就是在培养一种健康的心理。当我们在不断的实践道德的过程中，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健康的心理，它就会得到成长，它就会得到强化，它甚至就会成为我们心灵世界的一种主导的力量。那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健康的人，而不是不健康的人。所以，健康的心理呢，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铸造一种健全的人格。那我们希望不希望自己有一种健全的人格啊？希望不希望自己有一种健康的心理呀？我们能否意识到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多么的重要？如果我们意识到，能够意识得到，那我们也就意识到道德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一个人有道德准则，我们很容易得到社会对我们的认可、尊重，所以。这个是有助于我们这个和谐社会的建设，自己跟别人，我们能相处得更好，我们更容易得到别人的认可，那么也就是我们做事情会变得更容易，哎，所以就是说，厚德，它是关系到我们身心的健康，同时也关系到我们的福报能否可持续发展？我们要做事业，其实要有道德为基础。如果没有道德为基础啊，我们得不到社会的认可，甚至我们干出违法乱纪的事情，有一天，我们可能突然间又出事情了，那我们的这个事业啊。由此可能就中断了，所以健康的心理呢，对一个人的人生幸福来说，不论从内在的条件、内因还是外因，我觉得都是非常的重要，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第四种厚德啊，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第五种呢，就是善终。什么叫善终呢？善终就是好死，这个好死也很重要啊。现在人要死的好不容易呀、啊，哎，这个越是有钱越不容易，为什么越有钱越不容易呢？因为越有钱，你死的时候就会被折磨得更厉害。因为越有钱呢，你就越不想死，越不想死呢，你自己不想死，身边人也不希望你死，可事实上又会怎么样呢？可是事实上往往又是不得不死。在这种情况下，多半就是进行抢救，一直抢救到不能抢救。那你想，在这个抢救的过程中啊，其实首先你在心理上来说，你没有接纳，首先你在内心是没有接纳死亡的，所有身边的人也没有接纳死亡，这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啊，我们对死亡没有丝毫准备，在我们现在的教育里边，我们一直都是回避死亡，我们一直都是回避死亡。我们没有想过我们会死，我们多半觉得这个死亡都是别人的事，跟我没有关系的。我们一直都是这样想的。但是有一天，死亡突然间降临到你的身上，或者降临到你的身边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措手不及，我们痛苦，我们难过，我们忧伤，然后我们会想尽办法让他不要死。然后我们会通过各种方法去。抢救，身上从头到脚都插满着各种各样的管子，拼命的折磨。
折磨到后来的无可奈何，大家垂头丧气的，是的。所以这样的死能叫做好死吗？啊？这样的死啊，是不能叫做好死。所以真正的死亡，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功课啊。我们现在中国的社会，我觉得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和临终关怀。我们年轻的时候在社会上打拼，事业就是一切，金钱就是一切。可是到了年龄年，到了一定年龄之后退休了，我们的精神生活是什么？我们的精神追求是什么？我们有的只是物质的生活，物质的追求。可是到了一定年龄，我们的身体的机能已经衰退了，我们已经不能享受物质生活，我们也没有精力去追求物质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过日子呢？很多人一到退休了，一下子就老了，每天不知道，甚至就变成是一种等死的，这是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要有信仰，我们要有精神追求，我们要有精神生活。那你老年你才能够每天你的日子才有可能过得很充实。然后呢，尤其我们要面对死亡，死亡到哪里去？死得到哪里去？死是必然的，这个现实你是一定要接受的。这个过程中它需要有一个信仰，需要有一个心理引导，所以在佛教里面叫做临终关怀。临终关怀就是一个心理疏导。有了这个心理疏导之后，你知道啊，我这个世间这个事业已经结束了哈，我的这个身体啊，这个机器已经用了几十年了，就像我要换一辆汽车一样，换一个东西，你就可以很自在的就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这个我们如果看这个佛教里边，唐朝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高僧啊。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坐脱立亡，有的坐着死，有的站着死，想怎么死就怎么死，他们很自在，他可以做自己生死的主人，生死自在。所以佛陀的十大名号里边，其中也有一个名号，就是叫做善士。善事呢，就是能够死得很好，死得很自在。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福报，重要的福报。那我们一个人，我们要拥有这样的一些福报啊，我们要培养福报啊。这个福报，佛教里面叫做要播种福田。不是说你有能力你就一定有福报了，福报也有它的前因后果，要播种福田。那佛教里面讲到有三种福田，这个三种福田呢，它跟我们的三种心理有关系。首先第一种呢，就是感恩的心理。你对你的身边的父母、六亲眷属、朋友，以及所有有恩于你的人，包括我们的整个社会、我们的生活，我们离不开这个整个社会，离不开很多人对我们的帮助和支持，所以我们要心怀感恩。你能够用感恩心去对待社会的时候，其实你看到每个人都会很欢喜，因为感恩心，它是非常的正向。当你能够拥有感恩心的时候，我们就能从这个感恩心中源源不断的产生福报。所以感恩心它会成为我们产生福报的源泉。我们相反，如果一个人你带着仇恨的心去面对社会，那这个仇恨心会让你自己很痛苦。但是如果你是感恩心，你看到每一个人，你都会很欢喜的。因为你觉得所有的人都是对你，都是有恩于你，
所以你会用很欢喜的心去面对，每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感恩心能够让我们产生福报，所以我们要培养感恩心。从我们身边的人，父母啊、兄弟呀、姐妹呀、同事啊，所有的人，我们都要有份感恩的心去面对。那么这个感恩心可以让我们产生福报。第二种呢，就是恭敬心。恭敬心就是说，我们对这些三宝啊，对这些宗教场所啊，对这些有德行的人啊，我们对他心生恭敬、尊敬的心。当我们有这份尊敬的心的时候，你也能够产生福报。在从这个尊敬心中，你能够源源不断的产生福报。这个恭敬心对我们一个人，它就是很有好处的。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呀，我们这个人的心为什么会很乱？为什么会很乱呢？因为我们现在的人，我们的内心啊，他就是缺少敬畏之心，没有敬畏之心，没有敬畏之心啊，所以你就会肆无忌惮了。可是你们想过没有？我们当我们到寺庙，我们看到活菩萨，我们看到一个我们非常有道德的、我们很尊敬的人的时候，你的心会非常清净。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一方面呢，那些有德的人，或者我们看到这些宗教的场所，活菩萨的形象，他会有一个气场，这个气场呢，它是具有强大的加持力。当我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气场里面的时候，这种加持力会让你的心会静下来，会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当你的内心有一份虔诚心和恭敬心的时候，你的心当下会被你自己的虔诚心和恭敬心净化的。你的虔诚心、恭敬心一下子会让你的心变得很清净。我想很多人应该也会有这样的体验。当我们看到一个很尊重的人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心很清净。所以这样的一种清净心、恭敬心中，它能够产生福报，会让我们产生源源不断的福报。那第三点呢，就是叫做悲悯心，就是慈悲心。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千千万万的人，他们活得很痛苦。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因为物质条件的痛苦，也有的人呢，可能是因为精神因素。比如说，他生活条件很好，但他内心里边呢，有很多很多的烦恼、负面情绪，使我们活得很痛苦。所以，一个人你不仅仅要关注自己的幸福，一个人太关注自己，其实容易烦恼；一个人太在乎自己的人，其实不容易幸福。我们要学会去关注更多的人，用一种慈悲的心、开放的心，然后我们要有同情心、同理心。凡是遇到任何事情，我们都能够学会从别人的角度去思考。我们不仅要关注自己，我们要去关注很多人，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快乐，他们的快乐，我们升起高兴的心；他们的痛苦，我们升起同情的心。所以，慈悲悲就是具备有这个慈悲，这个两个都是什么概念呢？慈就是给予他快乐。悲就是帮助他从痛苦的处境中走出来。当你带着这个慈悲心去面对众生的时候，这个慈悲心会产生强大的福报，你会变得很有福报了。所以这个三种心啊，这个三种心大家记住啊。
感恩心、恭敬心、慈悲心。我们有了这个三种心，我们的人生将会越来越有福报。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做慈善，我最近经常跟大家跟一些慈善界，做慈善的人，我这边在讨论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什么是慈善的问题。很多人觉得慈善，就是一个捐献的行为。我说不是这么简单，慈善有一个前提，首先就是要有爱心，要有慈悲大爱之心。如果没有慈悲大爱之心，这种捐献的行为，严格的来说，它是不能够真正的称为慈善。所以我们要去，每个人要去培养这个，我们要让这个世界有更多的爱，有更多的慈悲。不仅仅是说我们号召一些有钱人，我们去拿一些钱去做一些这个慈善的行为。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培养每个人的这样的一种爱心。再从这种爱心呢，从小到大，从生活中的小事，到当然你有经济，有很好的经济条件，你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但是你没有经济条件，你是不是就不能做慈善了呢？其实不是的，你要有爱心，你可以不做，你没有条件做这些很大的慈善的捐献的行为，但是呢，你要有爱心，你有爱心的话，你就会尽自己的所能，一点一滴的去帮助社会，去利益他人。当你能够这样做的时候，你现在经济条件不好，以后你的福报就会来了。所以福报呢，就是从慈悲要从慈悲心中产生。那这个是我刚要跟大家讲的第二个问题。